跟大家报个料，报个料，不分区名摊前一个晚上，赖主席打给王义川，说义川啊，看在你这个为党有功，这次给你排第八名好不好？啊，义川说不要，太简单了，不是派太前面了，改实施。无，伊通电话听起来像个诈骗集团。我一定要去做立法委员，因为压甲即几个压条条，韩国瑜、黄国昌，搁台南迄个谢龙介。谢龙介除了讲报第二条国语，搁向啥？你甲我讲。啊，若要煞报第二、煞国语的，我足敖的。我确定者，咱这毋是争论节目啊。NCC 没管哦，不是不，是政论节目，但 NCC 管不到的。你刚表演啊，无够认真，因为 NCC 讲这叫做怪力乱神。当赢兵啊，当赢将啊，当赢九千九百九万兵，当赢九千九百九万将，速速来起顶！拜车拜车，大声的王爷公，细声的王爷囝，紧来吃我的桃仔饼，助跳人毛，神神五味。目屎甲爪，巴拉汉子，手牛虎兔灵爪，马羊狗鸡狗猪，来吃好心。黄国昌对，韩国瑜对，谢龙介对啊。那个来抢救王义川的牌子通举起来。有没有很怕？有没有很怕？上礼拜四啊、哦，台北君悦饭店搞到很多公司停止上班上课，因为很多员工啊都偷偷看，一边看一边骂。五个老公阿飘，有迄个七十几岁做过总统的，有迄个朱立伦总统落选的，有三个想要选总统的，五个都在讨论讲要去楼顶开房间。我要开2538，还是要2568？啊，在遐咧冤家，在咧抢麦克风，抢啊！大家拢都失望的，对不对？有。这是咧选总统呢，选总统呢，浪费咱遐侪时间，到尾啊咧，到尾嘛是规群拢走去选，对不对？啊，我问恁大家，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叫啥物名？什么人？哈？不是侯友宜啦，侯友宜够算。赵少康对不对？对。对，伊讲登记了，出来讲的是毋是拢赵少康？所有政治拢赵少康在讲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侯友宜咧？啊，是伊当伊新北市政府上班啊？无啦，无啦，好好做代志，揪起来啊！可怜啊，迄个韩国语讲叫做可怜啊。我讲哦，这场的选举哦，要甲安尼就对啊，要甲安尼，这个侯友宜交这个赵少康，我去下港哦，我这场甲拢走去下港嘛吼，去遐助选，爱就讲哦，赵少康台语名念，赵少康对不对？啊，好友伊的号，台语名念，毋是猴啦，猴啦，哪猴的猴啦？啊，总统赵少康，副的叫做好友伊，叫做啥物贝？钓猴贝啦，钓猴贝，不要乱讲。即句话足重要是安那，就是讲哦，包括下港的乡亲哦，拢替好友伊感觉可怜呐。选举选到安尼，提名一个副总统，人拢当作是赵少康咧选总统。赵少康讲要重启服贸，这条吴尊就绝对交伊输赢，对不对？对。赵少康讲要重启服贸，当时因为服贸出名的两个人，一个叫柯文哲，对不对？一个叫做黄国昌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两个即摆拢爱袂讲话，拢爱袂讲话。赵少康出头够足济啦。后壁就拢赵少康咧讲啊，逐天都讲民调有诶无诶，就是要放弃柯文哲，迄拢交咱无关系，
哈、哦，咱就坚定支持赖清德，安尼好不好？好，我讲了，讲人家钓狗，啊我，啊不来来来，我无讲钓狗，我讲钓鳌，钓鳌，那6%的台语再讲一次。好，我讲6%的故事是安尼，就是迄天我去嘉义，哈、哦，我去嘉义咧讲啥物3%6%的代志，因为嘉义的乡亲听无国语，我就用台语讲，我讲我是台北吼，迄、哦、柯文哲讲要让侯友宜3%，啊国民党。讲哦，若要尿，就爱尿6%。啊，我咧讲的是有比6%。下加一个阿伯讲啊，你做教授，你咧会当安尼乱讲？我讲我讲6%有啥物唔对？迄句话去伤着侯友宜，侯友宜不止人讲伊6%，因为伊佫细狗，唔细猴，所以规个下港当着伊，拢叫伊叫做6%。啊，所以这两天很在意这件事情，啊，因为吼、哦，我发音较无标准，造成咱好友伊的误会，啊，不过无重要，因为即摆要选总统的叫做赵少康啊。我讲啊，迄时阵迄个不分区名单排名出来啊，足侪朋友靠我，讲阿川啊，你创创迄14名是咧废大个哦。我讲哦，无咧惊啦，我第几名？就是民进党的安全名单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跟大家报个料，报个料，不分区名单前一个晚上，赖主席打给王一川，说：“一川啊，看在你这个为党有功，这次给你排第8名，好不好？”啊，一川说：“不要，太简单了。”不是，太前面了。改实施。无，一通电话听起来，他像个诈骗集团的。我跟各位讲哈。政党票吼，过去拢无人咧讨论呐，就大家公布了，就唔知影啥物对一个不分区，大家拢搞不清楚，对不对？啊，要叫大家去投票，就讲投啥物党，投啥物党嘛，搞不清楚啦。哦，啊，公布了就讲哦，啊，就即几个哦，即道无共，即道就是啊，大家认真转去看不分区里位的名单，看那个名单才知道哪一个党认真用心在规划不分区的名单。民进党的不分区的名单，第一名，竞捐基金会执行长。竞捐基金会长期咧做儿童交通安全，咱即摆小朋友坐车后壁放一条安全座椅，对吧？对。迄就是竞捐基金会林月琴执行长推动的，伊的规个心思，就是咧推动小朋友的交通安全。咱是第一名，提名者，国民党第一名叫啥名？韩国瑜啊，韩国的，啊，民众党第一名叫啥名？黄珊珊。好啊，咱讲第二名，民进党的第二名，第二名。大家知影像无？沈柏阳，黑熊学院的院长，伊咧甲大家教讲啥物去认知作战，就是你透早手机啊揢起来，有人传咧早安图给你，传一挂假的给你。假录影带、录音带，连赖清德的面都会当换掉。这种的，接下来的7礼拜，大家拢会发生。沈柏阳在咧教大家讲，这种咩啊防范？这人才呢？台北台下犯罪研究所的所长呢？好，咱来看民众党第二名叫做黄国昌。啊，黄国昌。你也蛮好的哦。黄国昌是30年前。我来读台大，伊嘛读台大啊！伊学生会会长啊，我学生会学生代表，甲这个学生议员啊，我甲黄国昌讲，会长上来，你身为台大学生会长，你知道台大学生宪法第一条写什么吗？伊安尼啦，我说你在看后面干嘛？连这个也不懂，干什么？台大学生会长下去，安尼啊，爬下去准备过来解吗？这。原因重现呢，把位看无呢。第二个，台大学生会文化部长，文化部长起来，我讲，我给你3分钟解释台大学生文化是什么。现在文化部长嘛是赶快往后面看，我连你也不懂，下去。结果，结果，目屎都无情的滴落来啊！伊足脆弱的啦，心理素质足低，所以较早迄个曾奥无玩过伊嘛。看到啥物物件叫啥？
太离谱了！这种的就是要这种的安全名单呢。所以吼、为什么对我来讲，我一定要去做立法委员？因为压甲这几个压条条，韩国瑜、黄国昌，搁台南迄个谢龙介。谢龙介除了公布第二条国瑜，搁样啥？你甲我讲。啊！若要杀布地杀寡义的，我足敖的。哎呦，大家要看无？好无？来，大家有没有看过王义川 key 档的影片？有没有看到现场 key 档一次？要不要？如果要的话，要尖叫声！尖叫声！他躲家嘞！追兵啊！追兵啦！我确定者，咱这不是政论节目哈 ，NCC 没管哦，不是什么，是政论节目，但 NCC 管不到的。你刚表演啊，无够认真，因为 NCC 讲这叫做怪力乱神。我表演一打啦哈，这是我读高中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国文老师专门来教我这個。手机，大家手机请准备，错过不在哦。现场 key 档哦，手机先录影准备好，准备好。你要引导一下，这个我比较不在行。对，让我讲一句，所有综合的乡亲，全台湾2300万人都只有在网路上看过，还没有人现场看过王义川 K 弹呢。大勇将军，手机录影拿起来好不好？对面还在家里的乡亲，你现在冲下来还来得及。张志伦想看到前面好不好？对，如果他要我们前面有位置，特别做 VIP 给你，张志伦。当赢兵啊，当赢将啊，当赢九千九百刀万兵，当赢九千九百九万将，速速来起顶！拜车拜车，大声的王爷公，细声的王爷囝，紧来吃我的桃仔饼。助跳人毛，神神乌味，目屎夹爪，巴拉汗子，刺骨虎头灵，爪面有高低高低，来吃好心。黄国昌对，韩国瑜对，谢龙介对，啊！趴下嘞，欢呼声嘞，尖叫声嘞，黄义川要不要进立法院？我跟你讲啦，我专门治疗这种怪力乱神的，因为是电视顶管 NCC 拢会管。我若表演了伤济吼，电视台拢会去用罚钱吼。即摆是在现场的，无咧惊对不对？对。其实我是天主教徒啦。阿门。阿门。